声我要幸福。很欣慰，别闹啊，别闹啊，啊，再来一遍，快一遍，我特别欣慰，这都你带来的。我呀，哪儿，您这第二句改第一句说了，那都捧你的吧。谁呀，看您的，替您高兴啊。大伙儿来看于先生没有？说得好，我呀，著名演员，过奖了，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。哎呦，谈不到，谁要不知你，谁没吃过猪肉？没听说过，怎么说话呢？您这是？就说这意思，说明您的名望大。名望大，拿我当猪也不成？那么就不美化你了啊，我呀。您这还美化我呢，算了吧。于谦，是我于老师，你那谈不到。好，哎，您过去。好啊，台上说得好，嗯，台下人性好。哎呦，您夸奖。又有名又有腕儿的，没有？也拍电视剧，也做广告。哎，他干过，活得滋润呢，日子不错，是不是啊？红扑扑的这精神，嗯，不是我捧你，怎么着？你准能活到死。废话嘛，这不是。谁都是活到死啊，不捧你绝不捧你啊。是不捧啊，您说实话啊。好，那么您这么有名望的人，能不能做一点好事？我干什么事啊？帮我一个忙。您说您有什么要求？哪有法院呢？找法院干什么呀？告人，告状。嗯，您什么事啊？你管着吗？这位翻脸不认人呢，这位您这托我办事呢，知道吗？是吧？好家伙，您是问问您什么事，您就急了。那我逮谁告谁，保齐就告你。哎，您这逮谁跟谁来不成啊？都算上，都算上，算了。想告谁我就告谁。不是什么怎么了？凭什么不许我告状？没有，这年头告状的人多了，干嘛不让我告？不是，我得问清楚了。着吗？跟你不过这个。不过这个呢，不过这个，不是您怎么回事？管着，凭什么？凭什么你们能告状，我就不能告状呢？我告状你就问这么些个？就你们说相声这堆人都打官司告状，你怎么不让我告状呢？我谁打官司？你们说相声那什么徐德亮？徐德亮，徐德亮打官司了？是不是你们后台呢？是啊，还是的，不也打官司了吗？告什么呀？你就前些日子你都不知道，我哪知道啊？跟家做饭熬鱼，两口子跟那媳妇儿矫情起来了，一抓那鱼尾巴，啪给那媳妇一大嘴巴啊！让人告了。告什么呀？虐待动物。他们弄清楚谁是动物了没有啊？告了呗，告上打官司了呗。哦，赶紧说一下，一老先生叫范振玉。哎呦，范先生，一打进麻雀假牙出去把人咬了，这当暗器使这个。人家打那狂犬针是什么的？好嘛。刚才这张德武啊，这都报灯泡厂的灯泡，跟他有什么？买的灯泡上面写着进口灯泡。对呀、啊，他告人灯泡厂怎么了？张德武他爸爸把灯泡搁嘴里了，那是入口的，那写着进口吗？你这玩意儿叫进口就吃啊？打官司了，这没告他就是好事，是不是？有这么傻的人吗？是不是？还有你们这个。这李文山，李先生，大胖子，对，一说话那样，哎，那个，嗨，甭学了啊！怎么了？人家办一公司啊啊，招一女秘书，这漂亮啊啊！怎么了？女秘书腿一软，躺到怀里头了，一推门，李先生的老伴进来了啊，两口子打起来了。嗨，李文山告那鞋厂，告鞋厂，鞋跟要不软，那能摔在怀里吗？你要不搂人家还倒不了呢。啊，
废话，那是你们的事儿，我哪知道的啊？你们踢足球那个假一裁判啊，告一工人，告工人，煤矿工人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一见面，汤就给人一铁锨，干嘛呀？反正那工人也说了，说我看错了，这太黑了，比煤还黑。告状，我就不能告状。您不是不能告啊，您也能告。我冤枉，是什么事啊？我委屈，怎么回事呢吗？我看你们大伙都这么好，我恨得慌。干嘛红眼病啊？啊，什么？不是，我也希望好。您希望好，这可以啊。我希望很幸福。没错，没可以。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你们千万不要拿我当神仙看待。没人这么看啊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哎，甭说了。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，是出身清白老牌的良民，哦，热心肠好帮忙，是有困难要帮，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帮。这快告您了，这就。很希望帮人做好事，啊，那为什么就没人帮助我呢？怎么您？别人都很幸福，为什么我不幸福呢？那你想一想，我不服啊，我哦，我一定要幸福，可以不幸福被人看不起啊？对，那您得自己干，是不是？对，我确实也想过这个问题。想什么了？怎么能够幸福呢？嗯，必须要有钱，得有钱，嗯，得富裕是吧？嗯 嗯, 嗯，有钱好，一天到晚光坐屋数钱，多受人尊敬啊！谁瞧得见您那坐屋里头？这光有钱管什么呀？我也可以上街上数去嘛。嗨，神经病吧，这不是？跟交通警商量商量啊！我站在那台上，我站那数，四面来车都看得见我，还都撞得上您呢。有钱呗。那我就会很幸福啊！啊，为什么我就没钱呢？啊，我要奋发图强啊！好啊，我要发财。嗯，但是发财首先得有好身体啊，那倒是，还能够去拼搏，哎，去创业，是不是？对，怎么能有好身体呢？啊，早睡早起啊，养成好习惯，按点吃饭。对，我好在不喝酒，那可以，要喝大酒这干。对。我也不玩牌，哦，从来不玩牌，这都伤身。嗯，这就输了怪难受，赢了不落忍的，是吧？主要是心态不好，您这别闭嘴，闭嘴。哪儿啊您这个？哦，不玩牌，我从来不，我就是抽烟。哎呦，那也不好，烟稍微抽的勤一点。嗯，开始没当回事，后来一看电视，嗯，有一节目，健康节目，对，说了总抽烟容易猝死，对，吓坏了我了。是啊，啊，为了我的健康，为了我的幸福，啊，一咬牙一跺脚，打这儿起不抽烟了，不看这节目了，把节目记了，再也不看这节目，太可怕了。哦。就甭看了，那就我决定了，我一定要幸福。好，我为了我自己，我要幸福。可以，是不是？嗯。但是他们竟欺负我。怎么了？我门口有一加油站的，嗯，上那加油去，都送张地图。现在都给。好，我也去吧。可以啊，推着我那小摩托，摩托加油，加五块钱的。油箱小啊。加完了，嗯，拿着那地图，地图加油就看看我。你要那玩意儿有什么用？不给。你能上哪儿去？嗨，给一张吧。啊，还对付呢。让我看看地图。你上哪儿？你说，我指给你。好嘛。跑不了多远。我很生气啊。啊。我给他来把火。啊。点了他我。您倒有这心。一扫，那国就说不让。废话。我得找地儿，把我的自尊弄回来啊！哦，伤自尊了，不能让别人欺负我。嗯，我门口有一个广东早茶，哦，粤式餐厅，哦，我上那儿消费，这可消费可高，吃早点吗？哦，早点，你们也就是早晨，来碗草干，来碗豆腐脑，我们就吃点这个油条，那可叫花钱吗？嗯，那怎么能有自尊呢？哦，推开广东早茶，这能往那一坐，掏出100块钱来，干嘛？来100块钱早点。啊，好，服务员特别客气。怎么说？对不起先生，不卖半份儿。200块钱一块儿。你等着我，大姨，等着我。哎，中午我又去了。啊，诚心的又去了。哎，过来，不是你那。还叫那位。好，先生，您又来了。先废话，干嘛要说又呢？啊。嗨。招人字眼儿干嘛？
尺长的龙虾吗？哦，那得这么大。哦，您等一下，我去看一看。哎，问一问，一会儿回来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有二尺四的，没有二尺的。什么破饭店？嗯，二尺长的龙虾都没有。哦，来份泡菜吧。嗨、哎，您就这么找自尊呐？我气得我就也啊，我别人有的我都得有，嚯，别人没有的我也得有，气迷心。我上你们说相声家串门去啊，家里都大电视。对呀、啊，我怎么就不能有呢？您可以买，我也攒一个吧。攒，攒一个。我舅舅帮我攒的。哦，我舅舅手特别巧。是啊，家里早进的柜子都是他拿的，知道吗？木匠啊。攒电视木匠，什么都会。哦，我攒一个140大寸的，140大寸还、啊、黑白大彩电啊！您这，哎哎，等会儿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这是你看，哎，行了，嗯，黑白大彩电，您这框子是黑白的，里是彩电，是啊，牌子摩托罗拉的。有这牌子电视吗？抱着我那遥控啊，遥控就得这么大个儿、啊，跟搓板似的。看，嗯，痛快，高兴。电视看着看着没人了，怎么了？电视说话了，说什么？对不起，您收看的电视不在服务区。嘿，电视都没信号了，欺负人呐！嗯。电视都欺负人，嗯，哪儿说理去？这是较劲。我走到大街上也不顺序，怎么了？正走着呢，打这边来辆大奔，啊，大奔车蹭过去了。好啊，头天刚下了雨，弄我一身水啊，这是他不对。你说他应该停车下来跟我道歉，然后给我个几千块钱是吧？你穷疯了是怎么着？文明礼貌嘛，啊！什么文明礼貌？欺负我，他知道我不幸福啊！嗯，开车走了，我恨得我呀！我说你站着啊！人家开大奔就了不起了、嗯、啊！你以为我没见过吗？啊！我弟弟二十多辆大奔，这么多偷车的，嗯，嗨、哎，这就别嚷了，这就刀放出来，说你这车三分钟就弄走，你知道吗、哎？要不放不出来呢，这。你以为开大奔你就有档次了？嗯，买车时没教你文明礼貌、五讲四美吗？谁教这个呀？你不就比三轮车多一罩子吗？嗨，说这干嘛呀？我找一砖头干嘛？我举起来，我扔它。哟，砸车！刚扔上，蹭蹭也不从哪儿窜出俩警察来。嗯，住手！你身份证、驾驶证、就业证检查。我是本地人。你，你看本地人有拿着砖头溜街的吗？外地人也没有啊。正常了，这个啊，太不正常！拿一砖头，就说这意思，我恨他。我说我真不是坏人啊！啊，怎么说也不行了，你跟我走一趟吧！啊，带走。你也没证件，你哪儿的？我说你这事闹的，哎，一回头怎么了？瞧见我女朋友过来了，我、哦、对象来了，我痛快了。啊、我仨月我都没找着你了，我见着了，打电话你也不接。嗯，同事太忙了。是是，杨花。杨花啊，杨花是谁？他呀，名字叫杨花，叫杨花。对对，名字叫杨花，姓什么？水姓，水姓杨花呀？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有叫朋友最了不起的，怎么了？玉洁冰清，知道吗？是吗？走到哪儿，真接牌坊都跟到哪儿呢？嚯、哦，抱着牌坊走。来这边来，杨花，来来、啊，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啊？这男的是谁啊？这个。这我男朋友哦，你好，还真客气。哎，不对，我是谁啊？刚明白过来啊，男朋友，我是谁？啊，没你事了，这单位下岗还提前通知呢。是啊，都没人告诉我一声吗？啊，我说你知道吗？我跟他，我们啊，哦，好，前辈，你好，你好，前辈。这位也够半彪子的，太客气了。你看现在你这不合适，有伤风化呀、啊。嗯、啊，什么有伤风化？这是我男朋友，咱那片接过去了。说你言语一声啊，这仨月我一直等着你了啊。好，打电话也不接，你是哪儿的事儿去？嗯、啊，我说我现在我挺不顺的，你不能这样打击我。嗯、啊，没办法，我瞧出来了，你呀、啊、是什么什么没够，干什么什么不行，知道吗？长痛不如短痛。啊。我说你别这样，不合适。我现在生意也不顺利，朋友们也都弃暗投明了。嗨，全
离开你了，就剩下你，你是我的唯一啊！哦，天地良心，为了你，除了死了不值，什么都值，知道吗？啊，还是不敢死？别这么些废话啊！啊，走，咱们走，俩人走了。你这，哎，祝你们幸福吧！别跟人对付，太残忍了，跟刀片似的，怎么拉人嗖嗖的，眨眼都不眨啊！好嘛，怎么办？气的我呀！啊，我一看没人，我把砖头又捡起来了。干嘛呀？我刚举起来，蹭蹭，俩警察又出来了。啊，你打算干嘛？扔边上，省得绊人。这回学乖了，这回。哎，老天爷呀！嗯，什么时候才是我的幸福啊？那自己找。心里恨得很啊！嗯，我省吃俭用为的是什么啊？不就是为了幸福吗？事到如今，休怪我不仁不义了。哦，我喝出去了。干嘛？我吃饭去。说吃饭啊！旁边大饭店推门进去，哎，哦，拿十本菜谱过来，都搁这儿。干嘛呀？看看印的一样不一样。你管着人家吗你？哎，吃吧，炒饭，就吃炒饭。来个鱼翅炒饭，嚯，80，贵，80，对，炒去。是啊，拿筷子来，嗯，多拿几双来。我要那么多双，哎，大盘炒饭放在这儿，嗯，拿筷子掰开了，还一次性的，你看。干嘛呢？我哪有鱼翅啊？哦，找鱼翅呢。靠。没鱼翅，您换筷子管什么用啊？换了3双筷子也没找着鱼翅。服务员，把厨子叫来。叫厨子。厨子来了，比我高2头，嚯，大胖子，络腮胡子，干嘛呀？我要的鱼翅炒饭。问问。换了3双筷子没找着鱼翅。对，你能解释一下吗？啊，我的名字叫鱼翅。啊，这么个鱼翅炒饭呢？我炒的饭啊，明白了吗？啊，幸会啊！这人真好涵养啊！忙去吧，忙您的没事儿，不用照顾我一人行。谢谢谢谢，别麻烦了，别麻烦了。谁摔碗呢？我找不着鱼翅，我都没敢摔。你比我这脾气还大。他都替您打抱不平啊！哎，我恨得慌。啊，我哪吃得下去？是，把筷子一扔，不吃了，转身奔洗手间。干嘛呀？拿凉水往脸上扑，冷静一下。看着镜子里的我。嗯，啊。哎，干嘛？超人。真好意思呗你。你很了不起，凭着你奋发图强的精神，已经打出一片春天来了。好，自己知道自己的缺点。嗯，没念过书，没上过学，没女人疼，没朋友帮。是，敢于承认这些个，说明你有过人之处。我很看好你。是啊，我祝福你，你会幸福的。唱喜歌呢？谢谢。祝你好运。转身出来，好，站在洗手间的门口，长吁一口气，平静了。有打对面的洗手间出了一个男的。您在女厕所待半天啊？嘿，好嘛，怎么没人告诉我呢？谁敢出去啊你这儿？我撒腿就跑啊！好吧，后边2队人马追我。怎么？一队是那厨子，哎，炒饭钱没给。嗨，还有一女的带一帮男的，就是他跟女厕所胡说八道的，我都不敢出去。哎，对，吓着人家在。追着大街上，大伙摁住我，这通打呀，这嘴巴子就跟不要钱似的。拉着我的头发往路边门脸上那卷帘门上撞，大，哎呀，大大，太狠了。卷帘门开了，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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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狐狸老头，今儿盘点不卖啊。哎，不是买东西，你们干嘛的呀？ 啊， 啊，我们打人的，我忙着你们的，嘎啦嘎啦啊，不管了。太惨了，我要幸福。哎，
老天爷就没人疼得我吗？这嚷也没用。虽然说我闯荡江湖是个超人，嗯，我这喝多了也吐，挨打也疼啊。废话吧，这不是？他们都走了，我一瞧，离着我50米远有一个医院。哦，我要去包扎一下啊，看一看吧。可是我实在走不动了，那怎么办？我一伸手打了一辆车。哦，可是我身上没带钱。哟，那还打车？停下来，拉门我就上去往上一坐。嗯，司机问我去。去哪儿？嗯，你就往前开。去哪儿？嗯，别问，往前开。嗯，去哪儿啊？往前开啊！往开。不是你到底去哪儿？英国。英国。下去！哎，下去，下去吧！一下车，医院到了。嘿。哎，过日子该省就得省。就因为这您再挨一顿打都不多知道吗？到医院，哎，这口袋还有50块钱啊，摸出钱来了，来吧，看看，包扎一下。嗯，你告诉我得打一针。哦，那破伤风打消炎针呢、啊、哦，消炎怕感染。嗯，好，这护士这点横丝肉，拿个针管来，我看着直瘆得慌啊。我说那什么那个打针我人很害怕，我运针啊，运针那个能不能解决一下，有没有办法呀？说这个没有办法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说这个你说我说到底有什么事咱能解决啊？坐着看啊，我坐着看。哎，来上你上这儿躺着来，多久来，别闹别闹，好商量是吧？啊，因为什么？就因为站着了。哎，这是实在抱歉，咱们剧场小啊。是是啊，您多多多包含一下吧。看有座吗？给找一个啊。在哪儿呢您啊？您先出去到后边来找我来。来啊，哎，看有座没有，有座也坐一下。对对对对对，嗯，哎，这要是开着，咱坐着看。哎，行了，那个有工作人过去记一下身份证什么的。嗯，很欣慰呀、啊、找到幸福了。我刚才说到哪儿了？我哪知道啊。对，我打针的事儿啊，打针。这位没皮没脸了都打针。刚想起来打针的护士，我害怕的啊，他一脸横丝肉啊、哦、啊，您没瞪眼拿针管。我说我就怕打针啊。嗯、啊、疼吗？你放心，我干这行30年了、哦、啊。这么疼，没有一回不疼的。哎，早说呀，这个，这真都挨得半半落落的。我的幸福在哪儿啊？我怎么能够幸福啊？啊，回来之后我心里很不是滋味，难受。为什么别人都能幸福，我不能幸福呢？哦，嗯，我那胡同就没出过挣1000块钱的。这一胡同都这样啊。嗯，凭什么他们都一个个的开着汽车住着洋房，嗯，喷点香水花1000多。嗯啊，我们这儿蹬自行车上班去，一个月上满了挣600块钱。嗯，洗头用剪刀，吃一毛鸡蛋算过生日的。您太仔细了也。我要幸福啊。嗯，我一定要幸福。我干点什么吧，想个主意。我干点什么？我一定要挣钱。应该挣钱。我要暴富。那暴富一个月我要挣出40万来。穷疯了吧你？谁也别拦着我啊！一个月要挣40万。怎么挣啊？卖肾去我也挣。卖肾也只能卖一个。再卖你一个。算了，您甭打我谱啊。嗯，我不跟你去。嗯，你不跟我去。对了，你帮助我呀。怎么帮助你啊？你帮我挣钱呗。怎么挣啊？我想干点什么。哎，你说我把秦始皇那兵马俑偷出俩来扛到外国，是不是也挣钱？你是你倒挣钱了，人也得干呢。怎么呢？这人每天人都有数的，你都拿出一个人不知道。我晚上还点数呢。废话嘛，这不是有这扛出俩来控制俩。哎，你爸爸最近没什么事儿吧？你要干嘛呀？给你们爷儿俩糊上泥，跟那儿站着别动啊！我卖了钱，我接你们来。你要卖不来钱呢？
看吧。看像话吗？啊，看像话吗？看吧，甭看了，你卖不来钱，你爷俩死这儿了。啊，这不行啊，这个废话。不行，干小的，自己想辙去。从小买卖开始干，哎，给人打工，打基础做起，不怕丢人，哎，从小往大来，对吗？对，我有技术，什么技术？我会打字。哦，打字，电脑很好，那可以打字。嗯，我上门口找人打字去，对吗？哦、然后一月给多少钱？慢慢来呗，是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好主意。啊，我去了，去。老板拿着这么一套打字稿件，打。打完了，那您看看行吗？当然，审查老板特别满意啊。嗯，说手够快的。哎，嚯，这么一厚打的，都打出来了。嗯，了不起啊！哎呦，才错了七个字啊，那不算多。现在咱们看第二行，一行就错七个呀！甭干了，您这个，嘿，我都没让他送，我就出来了。这你让人送有脸吗你？嗯，干点什么呢？发财必须要有脑子，对，有飞智，啊，起飞智，大伙儿都干，你跟着干，这完了。哦，哎，必须要跟别人不一样。那你想个主意？对，想一好主意啊！我干了一火葬场，火葬场人国家有啊，不干那个，不干那个，咱们烧动物，烧动物，哎，烧动物多好啊！啊，什么动物？你管那个去了？家里宠物呗。哦，宠物的，安排人，嗯，准备弄炉子。做一小锅炉，嗯，买点木头，打点小棺材，嗯，准备开张，这就开张。哎，自己走了街上，心气都高兴。怎么？我这要发财了。哦，我这买卖全北京城没有。那倒是，就是我一家能开张。从今天开始，郭德纲的幸福生活就要来了，要挣钱了。祝福我吧。嗯，啊，我要幸福了。是，高兴。正往前走着呢，嗯，身后来车了，一回头，啊、有城管的，嗯，有联合执法的，哦，都过来。哟，我一瞧这个车来了，啊，我撒腿就跑。你跑什么呀？找你管吗？不是，怎么又你跑啊？啊，穿大街过小巷，拐到三条胡同去。这儿有一烤羊肉串，烤得了200多串，我一把都揽过来。嗯，先吃，一会儿再给钱啊。啊，正吃着呢，后边这车都过来了。啊，烤肉串的抱着炉就进屋。哎呀，就这点心眼都搁这儿了。这个办法啊，买烤白薯也行，买盗版光盘也用得上。是啊，您全干过是怎么着？我的幸福来了，就这个、啊，就这个。今天我就白吃了200多串了啊！我太痛快了。哦，转过天来，我这买卖开张了。是，真有人来。谁？嚯，都是这些个养小猫、养小狗的。好、哦，来吧，上这儿烧来吧，烧吧。你自个儿扔，你舍不得。嗯，这烧完了，来盒一装，到家哭去了。还是个念想。好事，有收费标准啊。啊，怎么？35厘米上下。哦，这上下怎么办？啊，比这上边的800，下边这下边500块钱。哦，来一主跟我这磨蹭。嗯，你看我们这个没这么些钱，您便宜点吧。我门也没有啊，不便宜。我有规矩。嗯，刚才来了一个，打算花800，我都没给烧。是吗？那跟弄骆驼来了呢。嗨、哎。没这么大炉子，他不让切还是吗？赔了这个。你这个，你这个啊，就500块钱，500，500。你这你烧一蛐蛐，费老这么大劲吗？嗨、哎，这天上一脚，地上一脚，这别废话，就不给烧，就500块钱啊！要不就走，走走也行啊！你把这腰串先给我，要账去了。谢谢这位大哥，底气足啊，底气足就是男的呀。嗯，刚才这是我儿子，哎，刚才哪是你儿子？刚才站这边这是我儿子，那那边那不算，那是我儿子。不像啊，谁他妈他妈给我盘去了，大眼灯似的。这个过年了，嗯，北京德云社
东乡是。这其实说句良心话，嗯，说是人家戏班里边的说法，人的规矩，封箱，对，把所有唱戏服装的箱子全都贴上封条，哎，就说今年演出就到这儿不演了啊，把箱子封上。再有什么事儿，嗯，转过年来，过了春节再开箱，哎，再演，我们严重的这个称呼，嗯，那么后台我们也没什么箱子。嗨，就一人一个包，嗯，拎着就走了，嗯，简单。说封箱，只是说啊，丙戌年的演出到此结束，这个形式啊，已经过了十二点了，嗯，于老师呢是陪您过夜的演员，可以这么说，啊，这么晚大伙都没走，好啊，嗯，多听听相声。是有意思，相声不敢说高台教化，最起码劝人向善，教人学好。对，我就很喜欢这个艺术形式啊，嗯，唱的、跳的、垫的、练的，我都爱。嗯，你本身我就是一个文化人，那不客气，文化人。对，怎么呢？舞文弄墨，哦，写字儿、书法、画画，嚯，算术。天文地理、艺术形象，研究的还挺多，都瞧过。哦，爱画画，是跟家里研究梅兰竹菊、山水人物全画。喜欢，我最喜欢那个，嗯，北宋有一个那个大画家，谁呀？张择端。哎呦，又有名啊！你知道啊？有，知道知道。画的那个，嗯，《清明上坟图》。对，他就描绘了北宋清明的时候，啊，这些人别讲了，寡妇们呢？啊？上坟出，行了行了，逃丧的时候，哎呀，幸福场景，什么呀？我最得意这个。您看什么？小寡妇上坟呢？是怎么？清明上坟图吗？没有，清明上河图。上，啊，和尚那儿图去。和尚那儿图什么的？有什么可图的？就是上河图。上河图，嗯，画，嗯，照人家的瞧，那叫临摹呀。真的，咱见不着啊。嗯，在故宫里头搁着。对，咱买一画片儿，哦，搁着，嗯，看，照着画，嗯，画的跟真的，那就那么像，小嘛，嗯，画完做旧，送到潘家园都挂那儿，买外国人，人家做假画儿呗，人家艺术品，外国人认头啊，啊，好看，你瞧这年深日久，嗯，黄焦焦，他很喜欢，是是，啊，回家也挂，过些日搞来了，嗯，为什么这个买回去？下雨，屋里很骚的慌呢，是吧？您撒尿作秀啊！这是很弘扬国粹嘛，是吧？哪儿国粹啊？画画嘛，画画，练毛笔字儿，练毛笔字儿都写，没事坐屋就写啊。哦，哎，你连画带字，哎，办证啊，这写，办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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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要不写个差。写个开再画一圈，哎，就爱写这个。您写点有用的行吗？嗯，对，我喜我好这个，好这个画半因为我本身来说吧，就是爱好很广泛。嗯，天文地理、艺术、星象、动物、植物，没有不懂的，您全学。哎，有朝一日我，比如说我研究点科学什么的，嗯，是吧？我弄个太空飞船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您自个儿弄一太空飞船，买点白铁皮啊。当当当都砸你的，砸烟筒的那是太空飞船嘛，是吗？在时空隧道里边穿梭，嚯，把船搁那时空隧道里，嗯，做好了，关上门，把你们插销插上，啊，还有插销，重要，嗯，一给腰，在时空隧道里穿梭，是两边的电杆拿出啊。您这不是在时空隧道里穿梭呢，您这黑胡同里开摩托呢。研究科学嘛，我看着这像啊，什么科学？跟你说这个你不懂，我是没干过这个，你不懂。哎，我好这高科技，嗯，电脑，电脑我倒研究，我接触电脑最早，是吧？你说刚出来那会儿，嗯，那会儿好些人都不知道，啊，咱们就跟家里边打电脑了，就开始干。您这砸电脑，不是打电脑的，打电脑吗？是吧？打电脑吗？打扬琴，您这是聊天吗？在网上聊天吗？拿手聊天，打字吗？这么比如对啊，跟网友们，我们
在 SM 上聊天啊，搬过来有多大劲儿，使多大劲儿，哎呀，行了，拦着我。嗯，您还去那打人的是吗？还是还是呢？在吗？来，就这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M S N 知道吗？第五 F M 没有？没有吗？没有。我就聊天吧，跟网友们聊天，来聊聊，都这样了，还聊什么呀？下载那大片看。哦，我爱看那个外国导演拍的那电影。谁呀？我就爱看那个那个斯皮尔胳膊。对啊，有大腿没有这？这你说有的有，什么有的有？斯皮尔伯格。我说的那是，您说斯皮尔胳膊。外国人的名字他就调过来说，这已然调过来了，这个还调一回干嘛呀？还一条胳膊呢。不是叫哥哥，你们这不是哈、啊，就叫斯皮尔伯格。我就爱看他，嗯，人家弄了个那个片真好，是吗？那里边片子里那个外国人说那个外语，哎呀，真的像外国话呀！我真听不懂啊，我不是说瞎话，我是确实听不懂，知道吗？你肯定听不懂啊，真的，我这就是外国，爱看人家画面运用好，是吗？斯皮尔伯格，伯格拍那叫什么大片叫什么？啊，一头猪的故事，思想性、艺术性很强。是吗？那搞一续集叫另一头猪的故事，前后两头猪啊。今年春节那他那个续集看了吗？没有。一锅红烧肉的故事，把猪宰了，这是。哦，我喜欢肉，我就喜欢这个烧肉吃肉。斯皮尔伯格，好的，哎，会玩吗？人活着就得为自己，别跟于老师似的。我都怎么了？我看着都疼得很。怎么了？看着都疼得。我们这个我很了不起的时候，于老师还很可怜，有钱舍不得花。我干嘛出门打车都舍不得？嗯，等公汽车。那您该赶点抱肩膀。不这样，等公汽车。我说你怎么着？等车。等车呗。我不来了吗？啊，819什么的。不，我等车二。就这车二，我车二。你还车二呢？拐弯骂街不行啊！你车子，你车子，你坐特二那个车呀！哎呀，你说明白了，这不是北京人闹腾的事吗？是北京人在骂你呢。你坐特二的公共汽车，对，您最好这么说，对吧？嗯、对吧？就说就是你生活的惨，怎么车有什么可惨的？你看看咱游山玩水，嗯啊，看大片儿，临摹那古画，嗯。S M S 聊天对对吗？嗯、这辈子没白活，这就没白活。天下云游，我、还旅游，我到处去玩，玩别走大路啊，玩对，玩完，嗯、快了，我啊，快了，我到处什么叫玩完、啊？你说的呀，到处去游山玩水吗？啊，对，国内到处山水好地儿都去了，嗯，东三省我最喜欢东三省。东三省，东三省出美女，东三省出美女，对，东三省出美女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我在全国哪儿遇见美女，基本都东三省。没去什么好地方，东三省出美女，是，苏杭二州那是出美女，苏杭出美女，哎，我就喜欢苏杭旅游，是啊，河北省盛放。盛芳或者霸州盛芳，嗯，盛芳出美女跟螃蟹，对，这挨得上吗？这怎么样？四川，嗯、啊，四川川味多情，我喜欢四川。您出去没什么事儿，我告诉你，就这点事儿了吧。湖南，我爱湖南，湖南啊，湖南美女甲天下，嗯，哪儿都挂着呢，喜欢天下哪儿都去，嗯、啊，哪儿越偏越好啊，嗯，家乡口美女，远远的，云南。啊，云南风光秀丽，少数民族居多。对对对，啊，走了云南街上，嗯，西游记是那儿拍的，猪八戒什么都在那倒走。讨厌，我感觉我不跟你 SM 聊天了，我跟你聊我也得去那挨打的。你就在云南吧，云南旅游。云南大街上，对过来俩女的，哦，大哥，看看舞蹈吧。哦、那好，舞蹈什么舞蹈？啊，民族舞。哎呀，
北京有，当时您见过不穿衣裳的吗？不穿衣裳啊？不穿衣裳，我知道你哪民族的。不看，走我的啊，往前溜达，哎，唐唐唐地的，这音乐就不用伴奏了，哎，但是当地少数民族居多啊，对，云南啊，还有那个傈族。黑族啊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这族里不剩什么人了吧？你看，什么叫黑族啊？黑族嘛，傣族，傣跟黑不一样嘛，这不能通用，这个知道吗？傣着了，黑着了不一样嘛，这儿不一样，就说傣啊，傣族傣哈。对了，碰见他们那个族那个傣人啊。傣族人，傣族人，哎呦，没溜啊！这族人没溜，怎么没溜？愣死对着泼，哇，弄我一身，我上去就骂街，我说干嘛呀？您这是怎么了？人这是泼水节，都拿开水泼，弄我一脸撩胖子了。那你泡壶那俩女泼的我，你这是给那个一盆红烧肉的故事做准备。你告诉我你那号晚上给我加上去。我喜欢去，我爱旅游，港澳台我都去，是吗？香港，我就爱想大香港。香港倒是热，香港新弄了一大公园，对，就仿造美国那个什么那些动画那个卡通人物，有的那个比基尼公园。我可没上比基尼去过啊。是啊，我这回我好好，我花钱买票，我上比基尼里边我得好好看看。你先等会儿去。是，那里边管得紧着呢。比基尼公园都是那个米老鼠唐老鸭吗？没那么些这玩意儿啊。你说的那是迪斯尼公园，翻译过来了。这靠边呢，这个不是翻译，人就是那比基尼迪斯尼差不多，太远了，差不多。对，我上那公园去玩去，到那儿，哎，我台湾我也得去，啊，台湾也好，台湾多好，日月潭。对，我弄一箱啊，只喝糖浆，我上那儿卖去。干嘛呀？我喝了我这就没痰了。您上那儿化痰去了是吗？有一叫澎湖湾的地儿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啊，我得上那儿去，我记得那会儿有一叫刘文正的演员啊，刘文正，对，刘文正、张文顺、李文山、魏文亮，这都文字儿，老艺人，就知道有一文字儿，老艺人，他唱那歌，到现在我还记着呢。怎么？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。对对对，北有椰林缀斜阳啊，这是这片海蓝蓝。刘文正开始是唱二人转的。不是，就唱的歌嘛，您这调不对。澳门呢？葡萄牙过去，我上那儿我赌博去，赌场。哎，澳门赌场最多。是，我上那儿豪赌。哦，那赌场比这不大，那都灯管，都灯管，人家灯管灯管灯泡亮如国照一般。哦，当中一桌子，嗯，站一大姐那儿发牌，我得跟那个香港黑社会怎么赌牌，跟他们赌。豪赌，我站这儿。哦，他站这儿。嗯，他后边四十来人，我后边四十来人都戴保镖，都黑西服啊，嗯，是黑西服白褂子，嗯，白领带，都戴好一人墨镜啊，嗯，你俩对脸站，嗯，那你说开始我们就开始，俩黑社会玩跳房子呢，豪赌嘛，小点儿你们还，谁告诉你的呀？豪赌嘛，1.5元的，对呀，咱们那儿见过钱，嗯，对，我去，这就国内这不算啊，最好是出国。那国外旅游，我喜欢出国，是吗？因为我本身我很喜欢吃西餐，啊，那到那儿正合适，一手刀一手叉，对啊，人家大盘子给你上来，小饼，嗯，小饼，嗯，切开，切开里头有鸡蛋，卷上生菜，抹上酱，还有那肠，这么吃，拿刀叉吃鸡蛋灌饼去上面，我能来吃，再来碗倒炝锅的面汤，哎，对对，黑鸡蛋，我这。爱吃这整一套中餐早点。嗯，国外嘛，旅游嘛，嗯，美国你去过吗？我没去。阿姨，万尼净你二虎那车，你别提这事儿。大飞机，美国旅行。哦，美国有一个那叫什么那个，嗯，那个女的那个，
那个自由女神像是什么什么神像，我把那自由女神像，对对，好啊，这点我佩服美国人，怎么好学习。对了，女神这举着火把，这拿本书，对，人家告诉你了，停电也得上课。过来站着，根本就没有这层意思。美国，我爱去的，啊，意大利我就差点，我爱去，意大利没什么可看的，怎么没什么可看的？意大利就俩，第一是黑手党，啊，可有名，黑手党我见过了，怎么在澳门那种？行了行了。玩过一回了，已经没什么意思。玩个黑手党，对，再一个就是比萨斜塔嘛。你说斜塔好啊？斜塔没意思，我跟北京都看腻了。北京哪有啊？哎呀，我跟张文顺掰好些年了。上天是先打一高一低，现在看见歪了就晕了，是吧？不去意大利，不去。哦，西班牙也没有太大的意思。斗牛？对呀、啊，西班牙就斗牛啊。嗯。那厂子里边跑牛，这拿着棍，对，赶牛，当当当地当，这牛非跑乱了不行，牛怕跑嘛，这样有人拿着布啊逗着牛，对，他可不是一个人，好几个人，不念想讲话，他不是一个人，对，你再这么说，你快成一个人了，嗯，你们还能开除了我，这晚上是我的，嗯、拿着布吗？我记得有帮忙的，当然一大堆跟前的伙计啊，是他这一抖步，伙计们都喊：“嗯，掌柜的，小本儿，该让他配了。”我说相声的到哪儿都去啊，斗牛场里也使活，你说这意思，西班牙，西班牙，还有一个就是那他们请我没去，埃及，哟，那是古国呀、啊，我对他们有成见，为什么？还有那个狮身人面像，对，歧视妇女，知道吗？这跟那有什么关系？应该啊。怎么了？你都失身了，你还骂人家面子？他就是没跑了，你知道吗？跑了就不失身。这流氓的心态你很了解了。什么没跑了啊？我不去。狮子的身子，人的脸，把他拿过去了啊！我听说那儿还有那个木乃伊，那法老。死人拿白布缠好了，搁那儿。对呀、啊，这要是扛出俩，弄到潘家园去，这话还是这。您老憋着什么？上回您就扛俩那个西安的兵马俑了，知道吗？我说过那个吗？啊，说过。是吗？嗯。我扛俩出去，多好。还、哎、没人知道。也有数，也有数，跟那兵马俑一样。晚上还点数呢。太高科技了。全让他遇上了，知道吗？哦，晚上点数，一堆木乃伊扛好了，来管理员，六十四到。65到67，有67没人答应，你闲着了吧？你干嘛？你缠着白布搁那儿呢？不行啊！我跟我爸爸在兵马俑那儿站着呢。你要不说就忘了。什么剧情？这算是？那你让你父亲去不去吗？哎，俩都站着呢。哦，一父亲一个爸爸都站着呢。俩。你俩爸爸没听说过，没有啊？啊，不行，反正这是没什么意思，嗯，没什么意思，别去埃及，别找事儿，嗯，找事儿。泰国我是不去，怎么了？泰国不乐意，他们都上泰国，我不去。您怎么了？我们说相声叫范振钰的，对，上泰国去玩去，啊，刚下车就赶上兵变了，干嘛？到现在还没放回来呢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我让他当娘娘去，哟、哎，痴心妄想这玩意儿，不去不去，嗯，法国还去。那是好啊，大伙儿都夸法国。对，说法国是一个很浪的城市。我一想，这是让我们遇着呢，是吧？浪漫，慢点浪。浪漫，你这浪的就够快的了，你慢点浪漫的。浪漫的国家，法国喜欢法国啊，我最喜欢法国，是吗？我有一个那个凯旋门，那叫啊，那是标志，对吗？对，我找他那个，找他管理员，我给他租过来。干嘛？我把那头气死，我烧砖，改砖窑来了。这小景德镇，哪儿的小景德镇？到了法国，得上巴黎看看。对呀、啊，啊，巴黎有那叫衣裳，嗯，好看的衣服，据说都是巴黎兴的。那、有名，巴黎美女在天下嘛。你也离不开这个，是不是、啊？到巴黎，你知道巴黎哪儿买服装吗？我哪知道？哎呀，哎，你去去去行去了。都记着啊，巴黎，到巴黎买衣裳哪儿买啊？您说，巴黎有一动物园，动物园对过啊，
那儿卖衣裳，你早去，你得会说，你说你拿货。您说那是北京动物园，看到吗？对面服装批发市场。我你继续干，我说没错。找就找瞎子，您知道吗？还有一圣母院，你听说吗？哈雷圣母院啊，哈雷圣母院，嗯，一进去大十字架啊，嗯，钉一光屁股老头，儿子就亏心的，让人爷们吐上，你知道吗？别胡说八道，行不行啊？接上，耶稣那事儿是吧？别胡说八道，不管什么时候噎上就完了，反正咱定上就秃了，知道吗？别这个我要偷回来，搁庄稼地里，能吓唬多少鸟？你爸跟那儿站着，点名我爸给答应了。您怎么老惦记偷我呢？我最爱的就是我这个喜欢画画的，我必须要去法国那个专门摆着画的那个、啊、那个卢浮宫，知道吗？这得多骚气的，你知道吗？文化气息呀、啊！卢浮宫老拦着我，废话，您都不对。卢浮宫吗？卢浮宫，卢浮宫里边都齐白石的画，齐白石的这居多啊。萝卜白菜画得好、嗯、你说人画一白菜好几十万，画得好啊。这要是画在新发地，哎呀，画菜是啥呢？妈呀，这不管你的吗？了不得，都是齐白石画的、嗯、白菜萝卜茄子、嗯、鸡蛋韭菜腰白菜牛肉大葱鸡肉香菇的，哎，齐白石净画馅儿似的，棒啊。我怎么换呀、啊？我换吧，这都是艺术气息嘛。这你就跟我瞧吧，我瞧什么呀？我没事出国旅游去，我倒也爱玩。最近跟那汽车站那儿难受，我一直没等到特二十呢。刘、哎，我对了，什么一星一？我经常出门啊，经常我前些日刚出门，嗯，我上那个哪儿？俄罗斯。对，我你去过吗？我没去过，那就好办了。嗯，干嘛呀？我喜欢俄罗斯啊、嗯、俄罗斯美女甲天下。那个俄罗斯那歌啊，莫斯科郊外的卢煮听过吗？没听过。俄罗斯上好风光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。好嘛、啊、您上俄罗斯扒火车去了，是不是？这是俄文歌，我给你翻过来的。我用你翻吧，翻过来乱七八糟的。我上俄罗斯，我刚回来前些日去的，是吗？哎呀，买票买头等舱飞机，我坐飞机永远是头等舱。好，除非他把我轰出来啊！一回没坐过，知道吗？坐过，我怎么没坐过？没轰出来。废话，买票的时候写着了，你看你乐意花钱多花钱呢。嗯，人写着头等舱，对吧？经济舱，嗯，商务舱，嗯，站票是吧？对，站票。对，飞机上还有站票，省钱买站票，扶着嘛是吧？飞机还真晃啊！吐的都行，都哎，往哪儿吐啊？吐完了裱好了，挂卢浮宫去。吐完就跟馅儿似的。对，你这说点，你太恶心了！你废话，你吃的太杂了，知道吗？讨厌你讨，我就不跟你。对，很讨厌这个人啊！拿着票奔机场，嗯，你奔机场知道吗？知道啊，飞机大飞机啊、嗯，上机场，上机场得过安检。对呀、啊，得检查，安全检查。对，坐那儿，扣都解开了，嗯，全亮了。你要带着东西，你带着枪，这就能过去了。那是，哎，你就带着方天画戟，知道吗？狼牙棒啊，这都不让过啊。拿回去干什么用啊？挠痒痒啊，不让过，把扣解开了，那就安检的工作人员啊。嗯，过啊，干嘛呀？没事，提上吧，走。这位过瘾了，这咋的？你很三俗啊，安检有脱裤子的，就怕你穿长狼牙棒啊，你看。这主意也就您想得出来，哎，你要乐就乐出来。合着意思，过安检人有维持秩序，保安往里走，你走，快点走，别急，都有座啊，都有座啊，里边有大座啊，大座啊，大座。小公共，知道吗？过安检，嗯，上飞机头等舱，最讲究就头等舱，是啊，头等舱宽敞，对，凳子也大，是吧？哎，这么大，几排坐着，坐好了啊，空姐给端水啊，是啊，先烫脚啊，头等舱烫脚，坐导航似的，哎，人给拿那个饮料的单子，嗯，先生，喝点吐没啊？跟那劫道的一味儿，这行。
你这还勾着呢，废话。你拿相声当连续剧这么干吗？拿着去，先生，你看喝什么？翻译成普通话，你们就喝什么吧。啊，这咖啡、红茶、绿茶、饮料、啤酒、井拔凉水，这都有。还有井拔凉水，最近这是开窟窿弄水嘛，是吧？嚯，跟着青萝卜比，沙窝萝卜跟飞机上跟着。对对对。对就是了不起啊，往那一坐，点菜谱上什么都有啊，那儿现给你做，你点菜，鱼香肉丝，空姐给你炒，空姐炒，哎，都有烤馒头，烤馒头，这都行，有多大烟子这也是坐着，还有炕，有烟子，有烟子啊，有烟子，专门走热烟子，嚯、哦，哎，走烟子，脚这有小帘儿，半圆的帘儿，是两回帘儿，里面小腿儿，干嘛的？撒尿啊，帘儿里边撒尿，对，谁接手上那儿尿去？尿完开窗户往一倒，嚯、哦。都拖对过飞机了，哎呀，住大杂院呢，头等舱，是吗？哎呀，他在这坐着，一会儿功夫，人家告诉你系安全带，对，系啊，你可以不系啊，当然，你要不系，你比飞机先到机场，这就扔出去了是吧？对，你说，脸跟普洱似的那个，哎，那叫系安全带，对对对对。坐这等着吧，系上吧，等着，等了一会儿，人家空姐过来，几位下去受了给推一下。不着了，大伙都下去推推，当当当的当呀，当当当，一出猪八戒的飞机，怎么样？废话不用费劲，当当当的当，日走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很讨厌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一这事儿，飞机没系安全带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，他先到机场了，讨厌了吧？怎么办？你等着吧，你得回那贵宾室，坐贵宾室等着吧。是，吃的方便面，吃的花生米，这儿等着。一会儿大喇叭喊了，要迟到 K 幺五四六架飞机的，请与前台联系。飞机丢了，这都常有的事儿。怎么常有的事儿？哎，一会儿来了，来了，我们很生气，是吗？我迟到一分钟，你都不等我，你有点毛病，等一天跟玩儿似的。是，走，上飞机，坐那儿，俄罗斯。俄罗斯新闻中的圣地，俄罗斯出美女嘛，是吧？俄罗斯上好风光，什么燃起我心爱土地吧？行吧，我不坐火车，就爱这个，就爱这个。到俄罗斯啊，高兴看吧，你得学会啊，学会当地哪儿逛哪儿好玩，旅游嘛，吃什么穿什么，对对，买的那个大皮脑，皮袄，喝的那白酒，高度酒，高度一万多度，是吧？哇！汽油也没那么高度数，我就爱喝他那烈性酒，高兴喝，喝完上警察局门口闹事儿，你上门口吐，哎呀，吐完你警察，你这对我很好是吗？他有一个木头的笼子，就搁在笼子里站着，那叫站笼。对对对，我特别喜欢这个，是啊，喜欢这个啊，所有去那儿人都不如我，我比他们多玩一景点。你们俩站笼当一景点了。喝可乐动不了，特别好玩这个，哎就是好玩。逛够了，放出来，跟街上溜达吧。好啊，看俄罗斯，银装素裹，一般到处都是白雪。对，好一派白乖风光嘞，俄罗斯上好风光，俺替我心安土地吧。行了，您怎么老忘不了山东枣庄这点事儿呢？讨厌，什么乱七八糟？你很讨厌，你这人搅和，我给你上课呢。你上什么？你这样，你跟国外，你要出点事都没人救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么灵活，跟那儿我还迷过路呢。您还上战楼里站着呢？那两回事儿，知道吗？我跟那儿我还迷过路呢。迷什么路？废话，林子大了，哪国迷路没有？什么迷路？我跟俄罗斯，我喝多了我就迷路了，我实在找不着住哪儿了。好在人有警察，是吗？我说老贾跟这事儿，警察客家，好，先生重视。上西安转一圈儿了吗？不是我这道迷糊了，我想回哪儿，您告诉我吧。哦，你是听真的，你是听假的啊？真的怎么说，假的怎么讲？真的给我100块钱，假的5毛。我想这谁不得听真的吗？是啊，给100块钱，告诉我，给你啊，我听真的，听真的，我也不认识。谢谢，来了很多的朋友。
都是来看于谦的。太像于老师，一个很不错的相声演员。您捧我，为什么讲得这么好？哟，那我还没琢磨。我研究过，您讲过这事儿吗？很多的相声名家，嗯，观众都喜欢，是为什么呢？他问好吗？有一位侯耀文先生，对，说得好，好，为什么观众喜欢呢？嗯，他爸爸是说相声，哦，这叫世家，侯宝林先生传下来。常玉田先生，他那是常家的。为什么说得好？为什么呢？他爸爸是说相声啊，也是祖传。常宝坤先生，对对，马志明，马家的，说得好。是为什么？他爸爸是说相声，马三立先生。于谦为什么说得好？啊，这锦兰曼兰这下还没拦住啊！别往这儿拍啊！我爸爸不是说相声的，对，哎，你爸爸是听相声的。这话怎么那么别扭？我觉得一点都不别扭，还不别扭？你要能从这个话里听出来异样的东西，那说明你心脏。这我心脏对我有什么好处？龌龊、无耻、瞎翻烂，能有这种感觉吗？所以你要调整你的心态。我相声嘛，啊，民族的艺术，是抨击丑恶，互相正气。中暑了是怎么？互相正气干嘛？弘扬正气，弘扬正气，对，是不是？大家都喜欢，爱听。你们一定要好好的说，哎，它是一种民间的诗歌，还诗歌呀、啊，讴歌了百姓的生活。哦、我希望你们能够群殴、哎，我们打群架去，一群相声演员来讴歌，群殴，这怎么那么别扭呢？一块讴歌，讴歌民间的这些好人好事啊，这是我们应该说的。我也是喜欢写一点点诗歌。哦、啊，您也有创作，不是很成熟，有作品吗？有一个小作品，您可以说一说，请大家指教，别客气，欣赏欣赏。我的一个新作品，别客气。宣武曲的天是秦皇的天子。通州的人民好喜欢，远望风台高声喊，我爱你海淀。什么乱七八糟，您平常不进城吗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您整个在郊区转悠，郊县天王。很讨厌，不是您怎么竟在郊区呀、啊？这么一首诗歌，你竟然没有体会到它的含义吗？这是有什么含义、啊？它是有意义的。您讲一讲，它歌颂了北京各区县之间的亲密合作。区县我倒听过，百姓的快乐生活是吗？迎接亚运会，哦，支持五环路修大车。密切关注胡耀文遗产呀、啊！这什么乱七八糟？没听出这什么意思来？我认为是有这个含义。你认为有？所以说，我们的文艺作品要有教育意义。这就算有教育意义。你不能让人光顾得乐，那怎么行？必须得有教育意义。哦，还必须有教育意义。高雅懂吗？高雅我们知道啊，高雅要上凳次，上凳次，对，上凳次，上档次，上档就一次。哎嗨，你听说什么学问？这上凳上噔噔，哎呀，行是上行行行，这一个，哎，就一个凳次，所以我希望你们都
我们不是演员吗？你是一个教师。哦，还是教师。你是一只教授。哎，一只教授。对对对对，一只野兽。嗯，也是教授，也是教授。没听说过哪儿去？这几千人，你管他乐不乐了啊？只要你的节目教育他们，让他们痛哭流涕，你就成功。啊，哭了，我们叫成功吗？一个出色的相声演员啊，一定要做到反三俗。什么叫反三俗？庸俗、低俗、媚俗。哦，这么三俗。哎呀，你不太了解吗？我不对，没听说过。不知道反三俗吗？好像有耳闻。哎呀，你被时代的马车抛弃了啊！这时代走的也太慢了。反三俗你都不知道？没有。你平时不去什么歌厅、洗头房吗？那儿有三俗，是那儿反三俗，一个意思。哎，这没听说过，哪儿就一个意思？哎呀，从月球上往地球上看，嗯，第一看见的是长城，对呀、啊。第二就看见我们这帮人跟这儿反三俗呢。不，你们这帮人闹得那么大事呢？呵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你要学习了，我得多多请教。俗话说得好，啊，谦虚使人进步，对，使人都能进步，何况你这个肉的。这嗨，您这什么话？您这就叫庸俗，知道吗？作为一个演员嘛，你要时刻的调整自我啊！你不反三俗，你就不是一个好演员，是吗？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哦，你左手一瓶酒，右手一只鸡，嘴里叼着烟，滋溜两口酒，啪嗒两口菜，呼呼两口烟，扪心自问，你反三俗了？我别问了，就这三样就够我忙活的。您瞧我这个连吃带抽的，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啊！啊，一个好演员，站在舞台上，损失十几亿的观众算什么？嚯，关键你要反三俗，这个就这么重要吗？你看你这个作死的样子，哎，别害了！不是，我太吃惊了，这损失十几亿观众都反三俗，你不理解吗？我太不了解了。哎呀，哥哥反的不是三俗，反的是寂寞。哎呀，嗨！怎么叫反三俗？知道吗？啊，有时走在街上，我也常常的想的，为什么很多人这么执迷不悟呢？怎么样，人人都做一个教师，人人都做一个教育家，全教育人，那个世界得多么的正经啊！您这个流氓的姿势，嘴里再说点特好，这不老合适的，知道吗？你看，同样是说相声的啊，怎么有的人比你的档次就高呢？那人家说的好。你看看人家那些个主流的相声演员们，啊，演员呢，啊，演员，你有他那演都圆着，哎，台上都饿着。你看看人家讲的那个相声多么的好，哦，有一个出类拔萃的相声演员，谁，啊，你认识吗？您说说，宋大德。这制服是大背头，哦，好，这一米八的个儿那么高，火化之后能装一盒饭。谁把您骨灰了？人家那是真正的好演员啊！说得好，那个眼儿多圆，你知道吗？没听说他那个新作品，你听了没有？什么作品？叫《新农村》，还有这相声？哎呦，好是吗？激昂慷慨，催人尿下啊！尿下，怎么都尿？你知道那个作品治好了多少前列腺病人？哎呀，好，这么大作品写的是什么呢？哎呀，这个非常，我特别喜欢这个他的作品，哦，新农村。我经常没事我自己吟诵这个作品。还吟诵？我每天我就弄这个吟诗，这个吟诗不是？我是您对这作品要干什么？是不是？啊，我也写诗歌啊，我就这么一个吟人啊，太快了。我也瞧出来了，您这么喜欢，给我们介绍介绍。哎呀，这个我很喜欢这个作品《新农村》。新农村幽默诙谐，是五千年不遇的相声佳作。哎，我还记得其中的精彩段落。您吟诵吟诵，我们一起吟诵。你看看，谁跟你一起吟诵？我希望你听完这个作品，你会
心悦诚服，是吗？你会成为一个小银人的。哎呀，你这可太大了，哎，我现在就要开始，我要银了啊！哎哎哎，谢谢大家，我离你远点啊。什么意思？什么什么意思？您干得出来，说得出来，您也想不出来。不是，全像相声嘛？是这作品，这个作品拿出去拍卖，几十万都可以，是吗？那是有人给钱，咱有的是，假的也有，这是没看。新农村，哎呀，相声的家伙，新农村，他是这么讲的。他说：“同志们，大家好啊，各行各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好，请支持我们的新农村。哦，我们要听乡领导的话，嗯，不随地吐痰，早睡早起，嗯，把我们农村建设的特别好，这真是春风映日红啊！哎呀，真好，完了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笑得我都不行了。”这叫相声，这是真正的好相声，这不口号吗？亲人肺腑，哎呀，活活淫死我了！哎，行，您人还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要学这个，我学这，你好好学。你要端正自己的态度，调整自己的心态，不要像某些个演员似的，是吗？有的演员就是不自爱，怎么叫不自爱？哎呀，台上台下都不自爱，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吊儿郎当入狱。哎，嗨，您说这都不对，怎么呢？郎当入狱。这个演员小名叫屌，哎，这演员名字起的就俗。时代在发展，社会在进步啊，我们不能不承认，有些人的意识和思想啊还是很弱智的，很落后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我觉得他们不应该这样做。怎么了？有的时候走在街上，我自己都觉得，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我希望人们都能够反三思。反三俗也不是人怎么了？你看有的人太三俗了，怎么了？走着街上啊，老太太摔倒了，他过去把人扶起来啊，多三俗的表现！不是你还知道好歹不知道？什么意思？什么什么意思？老太太摔倒人给扶起来，这是做好事。准是他给推倒的。哦，您说是他推的？嗯，平白无故怎么过去就得搀呢？我怎么就不过去掺呢？啊，对吧？你是哎，我稳住了啊！你问我管什么？什么？脏心烂肺！我反三俗的人都是这样的，那就都这么想。哎，哦，打这儿一小孩掉河里边了，啊，有人过去去救啊？为什么？勇于做好事，他给推下去了，这是凶手。就我怎么不过去救去呢？是您多缺德呀！哎呀，什么意思？不是什么意思啊！人家救就是人推下去，就他推。哪有这么想的？公共汽车上啊，来女的抱一小孩，是都不让座，他站起来让座，为什么？学雷锋做好事，他是个臭流氓。让座是臭流氓，他为了站边上看人家给孩子喂奶。您啊，老按您这个想法琢磨人，我们反三俗的人都这样。啊，就为这个，这是臭流氓。哎，走到街上，哎呀，我眼都睁不开。干嘛呀？好多女同志穿的很简单的服装。那怎么？我是个高雅，我是个淫人，我哎，您、哎、我看不了这个，你这看见什么了？现在你们衣服都怎么做的？怎么了？这衣服多豪华！你上游泳池看看去啊，还都穿着个游泳衣，你们算干嘛的？废话，谁游泳穿棉裤啊？不是都穿游泳衣吗？现在这个泳衣做的也不好。怎么了？你过去那个游泳衣端庄大方多好啊！过去的游泳衣啊啊，扒开了泳衣才能看见屁股，啊、现在这扒开屁股才能看见泳衣。啊什么意思？又把我们犯罪了？谁诱导？你就再一个，你又不是那些个黄
测录像带的演员，是不是？是吧？你又不是李丽珍、舒淇，你又不是高顺、袁立亚，是不是？那些反三俗不反三俗，我不知道。您这片子可没少看。您这名儿是倒背如流啊！我是批判性的看，这还能批判性？哎，我你们看算犯罪？对呀、啊，我看是批判性的看。欢迎批判，哎，这些够了没有？什么借口？借口有说的吗？你是不是？平时没事了，我就跟几个专家我们在一块儿做做研究，怎么能够反三俗？你先等啊，跟专家研究这个。对呀、啊，怎么反三俗？专家学者，我们这都凑一堆啊，我们就研究这些事儿。研究什么呀？就商量吧，这都是各行业的专家嘛，文化评论家啊，什么文化批评家都这个这一块儿。哦，都在一起。哎，大家。文化批评家哦，这叫什么来着？这个什么都笔名，啊，不叫真名，你怕什么挨打是不是？哦，怕挨打啊，起笔名。文化批评啊，叫神岁二啊，神岁二，这位太客气了，这是文化评论家哦，还有一个文化批评家，他叫我岁二，一问一答，嗯，这俩一套啊，什么意思？这俩一套一块儿，嗯，一套。还有我们这个曲艺专家，他叫马昌，马昌，哎，马昌，哎，外国人，不都中国人是吗？他有名儿，少数民族啊，名字叫马昌，他姓什么叫？姓夏尼啊，夏尼马昌。我们干不了别的，关键是研究，对对对，研究研究什么呀？研究白说相声的于谦，哎，我有什么可研究？怎么那么胖？吃的好，他那个儿子很瘦，小孩儿嘛，为什么？这没为什么，这话题多高科技，研究出成果来了。我去研究啊，您研究，你们都等着啊啊，最二啊，最二，哎哎，看我都做好，等着，我去调查。我去要研究，我调查不出来，我一定要把这真相弄明白。哦，了解真相，真相调查不出来，我给你们编一个真相啊，编一真相，对，编的还是真相。呵，回来一汇报啊，我知道怎么回事。您说说，当初于谦媳妇生孩子啊，得住院呢，生孩子得住院呢，那是啊，是吧？生一小子挺高兴，啊，他一激动呗，他就晕了。哎，啊，他也住院，哦，媳妇儿躺这儿，这边有孩子，嗯，他躺这边，媳妇儿照顾我，哦，啊，又得照顾丈夫，又照顾孩子，是不是？啊，喂喂奶，喂喂药，喂喂奶，喂喂药，一忙活，喂反了。啊！您这不是研究成果，您这叫造谣，知道吗？我回来我一汇报，哎呦，把这仨流氓，这仨专家美的。专家再汇报一遍，干嘛爱听啊？是怎么又说一遍？说一遍，哎，再来一遍，啊，过瘾来了是吗？那天晚上我们汇报了好几遍，好，真行，群情激愤，嗯，中国的反三俗事业就是我们来完成的，就这样。我们从这个事儿说到《金瓶梅》啊，从《金瓶梅》说到《潘金莲》，哎呦，哎，从《潘金莲》说到《天上人间》，哎，从《天上人间》说到《麦子店》。打通县说的长虹桥，呼，哎，你们这些人就靠着想象过日子了吧？啊，哎，高兴，我们决定了啊，转过天来，我们集体上街变反三俗去。哎，对，这流氓要行动了。集体出去干嘛？这样说话不像话啊！怎么了？别人来打专家，上你家砸锅里去？哎，好嘛，还是流氓啊！你没挨过专家打是吧？专家骂街都难听着了，倍儿牙碜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嘿，转天。几个专家跟我一块儿，多点警察，多点警察，先看警察。
往前走，民风一条街，民风都是小房子，点着小粉灯，这叫民风一条街。哎，里边都坐着一个 女的那工作人员，就是技术人员啊，还技术人员弹管表演者。哎呦喂，专家来了，哎，这流氓师傅呀！哎，敲锅了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啊，敲！专家们高兴，自己人，哎，这样好。自己人，嗯，专家们都进了不同的房间，去探讨同一个事情，搞研究去。嗯，咱们年轻啊，咱们懂什么呀，是吧？是啊。我一回头，这儿有一音像店。哦，我很久没有批判性的看那种片子了。您要买两张毛片去。研究探讨，这还是这玩意儿吗？批判性的，知道吗？哎，卖不进来。哦，啊。店主迎出来了，哦，来了啊，买点什么？是，我不能明说啊，多新鲜！我说要那，那没身份。那您，我们这个货都是假证明，你知道吗？有那个俩人演的那个吗？俩人啊，没有情节，哦，一点也不好玩啊！来，来几张，嚯，给您这，啊，一大兜子给我，给钱，嗯，回家，好，批判性的看，真看。俩人演的是没有情节啊，搁着机器里开个电视一瞧，什么呀？宋大哥相声演，你说的像吗？下面请您欣赏由郭德纲老师新创作的节目《我要幸福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人比刚才又多了，哎，我多了一个，真清楚还。哎呀，看着大伙儿我很痛快啊，很多人对我们不是很了解哦，很多朋友今天是头一次来，对，介绍一下，嗯，主要介绍他，干嘛？主要是我，这个人叫于谦呢，啊，对，是我，我的偶像，嗨，谈不上啊，著名演员呢，没有。了不起啊，没什么，往这一站就精神啊，他就这样吗？多精神，看这脸啊啊，眼睛长得跟丸子似的，丸子，耳朵长得跟饺子似的，哦，鼻子长得跟蒜似的，啊，头发跟粉丝似的，胡子跟海带似的，豆皮的嘴，蚕豆的牙，啊，东北乱炖的脑袋，啊，一盆菜。有名啊，谈不上有名，到哪儿去人们都羡慕啊，我就羡慕你哦，您喜欢我，我什么时候能像你似的，嗨，很幸福，人家啊，倒是挺好，有名的人好混呢，干什么都行啊，也不见得，这我这个什么时候算一站呢？您怎么了？我看见人家有车，看见人家住洋房，嗯，我打心里就羡慕你哦。你说我追求幸福生活有错吗？那是对呀、啊，是不是？好啊，我必须要幸福。对，我得创业。好，我要发财呀、啊，发吧！我首先得有个好身体呀、啊。哦，锻炼身体。好在我不喝大酒。哦，没这毛病。我不打麻将，我不爱玩牌，我就是烟稍微勤了一点。哦，抽烟。后来看电视有个健康节目啊，说抽烟有害健康，容易猝死。对，吓坏了我啊！一咬牙，一跺脚，打这儿起戒烟了，不看这节目了，把节目给戒了。怎么想的？这是您为了我的健康啊？这是为健康吗？这个我要幸福啊！啊，我怕人家瞧不起我呀。倒是，我是一个正经的人呐、啊。哦，出身清白，老牌的良民呐、啊。十八般武艺渐渐稀松，热心肠好帮忙，嗯，有困难要帮，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帮，您净给人制造困难，我就怕别人看不起我哦。门口嗯，那加油站把我气着了，那怎么招您了？他们都开车上那加油去，对，上200块钱，嗯，
加300块钱，是加完了还有礼物呢。哎，能给个报纸什么的？你给地图啊，那更好了。大地图，一人来一张。对，我也去啊，推着我那小摩托，摩托车，加10块钱呢。10块钱，加完了。嗯、啊，哪儿领地图？我要奔地图。你要那边干嘛？啊？你这能到哪儿去？还不远。不是加油就给吗？啊，给我一张吧。嗯、啊，你上哪儿？你告诉一声，我指给你。指就指着了，好嘛！气死我了！啊、甭生那闲瞧不起我。嗯、啊，我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。是啊。啊，我给你做个样子看。干嘛你啊？我门口有一家粤式的茶餐厅。哦。他们有钱，早晨都上那儿吃早点去，喝早茶。我也去。您去啊？我干嘛凭什么就炒肝打发了？哦，不行，大步进去。好，掏100块钱。嗯，啪，嚯、哦，来100块钱早点。100块钱早点？对不起，先生，不卖半份儿。好嘛。哎呀，100块钱才买半份儿。太伤我自尊心了，这确实是。中午我又去了，还去，还坐那桌，哦，还找那服务员，过来、嗯，有龙虾吗？龙虾，啊，先生有，哦，有2尺长的龙虾吗？要这么大，好，我给您看看去，嗯，一会儿回来了，对不起先生，有2尺2的，哼，什么破饭店，连2尺长的龙虾都没有，啊，来盘土豆丝儿。土豆丝儿的呀，我报仇了我啊，报仇了我，给人要短了，我不能比别人次，您得比别人好，别人有的我都得有，是啊，别人没有的我也有，这正经，我上门口那串门去啊，家里那大个的等离子电视，哦，我也弄一个，您也买一个，我找朋友给我传一个，等离子电视还传一个，传一个，啊、一面墙那么大，啊那么大，坐屋里看大电视，嚯、哦，摩托罗拉牌的，这摩托罗拉出电视吗？看着看着没人了，电视出声音啊！您收看电视不在服务区啊？好嘛、啊，电视都不在服务区了，太缺德了！啊，哪儿说理去？哦，这300块钱白花了。您可不是白花了吗？这个，我都怀疑他找木匠给我打的。不，那也出不来声啊。反正我要幸福。嗯。做一个人上人，好，我听交响乐，我看芭蕾舞，好，我看踢踏舞，行，打国外来踢踏舞啊，啪嚓嚓，我喜欢这个，哦，您爱，我就喜欢踢踏舞跟快板，你让别的不爱，您这不挨的这俩、啊，差远了这个，一样，一个手里响，一个脚底下响，哦，坐着看，坐头一排，好，啪嚓啪嚓，砰，还分一只鞋来。鞋哦，人有失手麻乱蹄啊！啊，转天我又去了。哦，好奇这个，我又想凑那只。弄鞋去了，上哪儿？凑一双多好啊！啊，我要幸福啊！好，您要幸福对，不能让别人比上。嗯啊，走到大街上，我怎么能够发财啊？想吧，那就我怎么能够幸福啊？啊，身边过辆车，哦，大奔，哟，日过去了。啊，后天下的水，下的雨啊。哪单位的你们都是？他欺负人，你看见了吗？您这听相声都欺负我，你看看。您这大奔多可气，这家伙他走了，走了一身水。哦，啊，都是湿的，裤子。啊，气得我，呵，不是你，你了不起啊你？嗯，你开大奔了不起啊？这是欺负人。买车的时候没教过你五讲四美吗？啊，买车还讲这？啊，你不就比三轮车多一罩子吗？你？差远了，你以为开车你身份就高了啊？你教育好了是个流氓，你知道吗？还教育好了，啊、转身 我找一砖头，嗯、啊，我开开我，嗯、啊，打边蹭蹭给我俩警察，住手、哦！干嘛呢？逛街呢？说着瞎话干嘛呢？身份证、暂住证，嗯、啊，就业证，我是
没有啊，这个。听我解释，我是好人，真的，您别多想。嗯，哎，一回头，我有证人。谁？我女朋友打那边过来了。哦，对象。哎，你我有证人。啊、哦，我女朋友跟她男朋友打那边过来了。对，您再等会儿吧，等会儿吧。您啊，脑子有点不好使了，现在。你女朋友跟她男朋友一块儿过来的，多可乐。这有什么太可悲了，这个。怎么过来呀、啊？这个，不俩人挎着就过来了呗。这行，您甭说这姿势。杨花，杨花，杨花啊！我女朋友，您女朋友叫杨花？哎，杨，复姓水姓，水姓杨花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找你俩月，你不回电话啊？这是谁啊？啊，这我男朋友。哎呦，你好你好你好，还真客气啊。他比我还客气了、啊、哎呦前辈你好你好你好，甭弄这词儿，我说你怎么回事杨花，我找你找不着 啊我忘跟你说了啊，咱俩散了得了。不是你怎么能这样呢你啊，你我这俩月没见着你，我下岗了，我啊这也下岗，我现在很不顺呢 啊我做生意不挣钱，哦我那朋友们也都弃暗投明了 什么话？就剩你了，你不能这样啊！我对你一片真心呢。哦，为了你，除了死不值，别的都值。那就不怎么样，您这个。别废话啊！别废话！啊、我告诉你，你这人呐，吃什么真没够，干什么真不行。哦，知道吗？走，咱走，咱走，咱。我说好，祝你幸福啊！没羞没臊，他很幸福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我是啊，气得我拿板砖，我告诉你，我砍人家。警察问我你干嘛？我扔边省得绊人。这回学聪明了。心里不是滋味啊！啊，难过了。我的幸福人生在哪里啊？啊、哦！一看表，该吃饭了。哦，旁边大饭店，推门就进，合着去了。我、哦、进去了，不过了。哦，拿个菜谱来，先生您吃什么菜？不要菜，不要菜，不要菜，炒饭。哦，吃饭，鱼翅炒饭。哦，80一碗。好，来这个鱼翅炒饭，我合着去了，不过了。好好，80一碗鱼翅炒饭。啊，一会儿端上来了。嗯啊，拿筷子找。用了三双筷子也没找着鱼翅，找鱼翅吃，把厨子给我找来。嗯，厨子来了，大胖子。嗯，干嘛呀？我问你，我80块钱鱼翅炒饭换了三双筷子，我也没找着。嗯，你能告诉我鱼翅在哪儿吗？啊，我叫鱼翅。啊，好嘛，见到您很荣幸，您忙您的，谢谢。跟谁都不落礼，这倒是。他走了，我哪吃得下去？没有鱼翅，您哪吃得下去？我是一个很有自尊的人呐、啊。嗯。站起来，哦，奔洗手间，上去站在大镜子这儿，嗯，拿水把脸喷湿了，哦，哎，先唠一唠。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跟镜子说，郭德纲啊，我佩服你，凭着你奋发图强的精神，是一定会打出一片春天，唱喜歌呗，你会成功的，你会成功，祝你幸福啊，你一定会幸福的，嗯、啊，对，转身出来，嗯、啊，站在洗手间门口，嗯、啊。心平静很多，好，有打对过洗手间出来一个男的。两波人追我，怎么两波？一波是那厨子，把那鱼翅钱给了。嗨，咱女厨女厕所出了一女的，嗯，俩人的丈夫打他打他，也逮着。就是他，我都不敢出来，是吧？他冲镜子胡说八道。啊，大伙儿过来这顿打我呀，挨的都冤，揪着我这脑袋，啊，我撞，嗯，旁边有一卷帘门，嗯，拿我这脑袋，当当当，嗯，门开了。
出来老头买什么呀、哎、是买东西吗这个打人呢哦哗啦啦啦啦哎瞧这人缘混的吧没有人性啊 啊我虽说闯荡江湖行侠仗义可我也是个凡人呐 啊挨打也疼喝多了也吐废话强挣扎着往前走啊！为什么这样啊？我要幸福啊！啊，那没错。凭什么他们都汽车洋房住别墅啊？喷点香水花四千啊！我们那胡同就没出过一月挣1000块钱的人。是啊，蹬自行车上班去，上足了这一月挣400块钱。好家伙！洗头用碱面，吃一咸鸭蛋过生日了，住贫民窟里了。我要发财啊！嗯啊，我自己跟自己发誓哦，走到大街上我自己喊我要幸福。跟谁？正往前走呢，后边汽车响了。嗯，一回头，来了好几辆，有城管的，哦，有联合执法的。啊，我撒腿就跑。哎，您跑什么呀？管着吗？跑跑，这不像话。跑过3条胡同去。啊，路边有一烤羊肉串哦，架子上都是200多串，我一把揽过来，嗯，吃完再给钱啊。啊，正吃着呢，联合执法这车来了，这小子抱着炉子就跑。哎呀！这个办法啊，吃烤白薯也行，买光盘子都用得上，反正摆摊的都行，都行。我要幸福，别老提这事儿。我一定要幸福啊！我不能这样活着了。怎么？光吃点羊肉串我就满足了吗？不知足，对吗？啊！第一步，第二步，我争取我每个月我挣50万。穷疯了吧你！我就打心开始，抱着50万，我一个月我最少挣50万。怎么挣啊？我哪怕卖肾去，我也得挣够50万。您这一个肾都不够，再卖你一个。哎，我呀，搭着我干嘛呀？我一定要幸福啊！啊，我干买卖，干买卖，干大买卖。哦，干点什么去呢？哎，你说那秦始皇兵马俑值钱吗？值钱。我扛出一个来。扛到越南那边去啊！我卖了也发财，来俩，扛出俩去。今天来俩的人，每天晚上人的保安都点数。是啊啊，这么先进？您见过什么呀？这数学不好，数不了这个啊。扛出俩去，他点数是。哎，你跟你爸爸现在闲着的吧？我给你们爷俩糊上泥跟那儿站着啊，我卖了钱回来接你们。你又卖不了怎么办呀？看呗，甭看了，就死那儿了。我们爷俩就看见了这人性的刺，这叫人性刺。我的幸福你支持不了，我没法支持，我得自己干。我自己来吧。哎，我干一大买卖。哦，我把家里炉子什么都倒腾出来了。干嘛？干一买卖。什么买卖？宠物火葬场。头回听说这个，现如今啊，这人呢啊，养狗养猫这个是保齐就死了。对呀，拿来吧。干嘛？我给你烧了，烧完之后弄个盒，弄好了抱家去。哦，这是个念想，骨灰没人干，是没人，这叫非智啊，对不对？反正这打一开张买卖火了啊，有人来，都来上这烧了，小猫小狗都有。哦，当然也有这捣乱的。是啊，啊，500多少钱？我500啊，写着了。嗯，给我贴上35厘米啊，但是这下边500。哦，55厘米以上大的啊，800，论个。我这给20行吗？你这讨厌吧？嗨，20，他我要500，记住了。嗯，35厘米以下的500。嗯，不是，你烧个蛐蛐费这么大劲吗？蛐蛐也烧啊？非要这么大劲吗？啊，别废话。哦，别废话，规矩知道吗？不花价。昨天来一个花800，我都没给他烧。什么呀？骆驼。哎呢？那也没法烧，不给你烧，没那么大炉子。走走，我走，真不找人吗？啊，走也行。是，把羊肉串钱给我。哎呦，